位信众一齐合掌，维持原座，切勿离座或站立。真佛宗祈福息灾治病护魔大法会现在开始，钟鼓齐鸣。创办人同密宗四大教派长老、诸位上师同埋僧驾团入坛，请大家合掌齐唱莲花童子心咒。上座，跟住落嚟，我哋为大家介绍嚟自世界各地嘅真佛宗上师。嚟自美国嘅上师，莲香师母、莲火、莲世、莲主、莲恩、莲花常智、莲花常人、莲满、莲圆、莲仪、莲花丽慧、
连焕、罗正芳、连山、连仁。请各位就座。跟住是来自加拿大的上司连志、连之、连文、连花少东、连实、连艇、连高。来自新加坡的上司连圈、连简。跟住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上司莲花中始、莲木。来自澳洲的上司莲花国荣、莲常、莲源。还有来自台湾的上司莲杰、莲盈、莲花全正、连晴、张王明、连佑、连直、连思、连良、王朝光。来自印尼的上司莲花智芳、莲润。还有来自法国的上司莲盘、莲花丙仁。最后是来自香港的上司连汉、连景、连桥、连花张红、连涉、连幸、连花佩文、连喜。跟着为大家介绍几位密宗大教派的长老。首先是红教灵马派韦失竹固林波切，我们请信法堂堂主代表全体同门献哈达给红教长老，以表最高敬意。我们请韦失林波切讲几句说话。来自上师宣路西那么你们人家人家有大人的配合都吞了你的修筑你的敲击那么路进三线给你对是你的修筑让家呢温莎我们家去不吐了三姐姐要把人不去你叫人马赛得去他们就不知道不龙都给去那龙是去不可惜的特别送去姐姐系统你讲究生人不去那么你的来准备接了都必要的我让做人家那一点清醒啊一点激荡建筑那么开心一点空手人生梦中目的他的血一切的你的血一切的我心了拍吧当马赛人生上司你的血一我也会在吧那心都切切来年的人事上司不知电信在天空不要等这里特别天天那么做做节如果能那个特殊的等等一心做准备面对等他让你去给在我地
이신도누베민주의제중요한시대를 Thank you. 多謝韋瑟林波切刚才韦瑟林波切所讲的说话的内容大概是他说各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金刚弟兄们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参加由莲生活佛主坛的法会呢是大家累积了无数劫的功德所得到的亦使我们能够在佛法的世界里面尝到法味佛法浩瀚归诸最后是要我们自身清净从而发菩提心去帮助众生亦因为大家相信因果我们才来到这里参加这次的法会希望除了消灾祈福之外更加能够扩及促进世界和平在这里我衷心地祈求莲生活佛常住人间广度众生并希望大家所有的祈求皆能圆满如愿早日成佛最后再祝法会成功的那我在这里亦都要再次多谢韦瑟林波切的跟住第二位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花教教主萨迦慈圣竹下高竹瞻仰林波切我们现在请密印堂的代表替全体同门献哈达比花教长老以表最高敬意我们恭请瞻仰Rinpoche同我们讲几句说话Please say a few words for us. Good evening, everybody.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warmest greetings and Happy New Year to all of you. And I'm very pleased to be able to witness this evening's widely arranged ceremony, which would be led by Grand Master Lu.I'm sure that everyone who has gathered here has the same goal, the goal for the temporary and ultimate well-being for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For that purpose, Buddha Dhamma came about, and there are lots of changes going on in this planet.But the purpose of the Buddha Dhamma can never change. The more changes go on this earth, the more Buddha Dhamma is neede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accord our day-to-day life with the instructionsor teachings given by Buddha Shakyamuni. And the Buddha Shakyamuni was not only a compassionate person, but was also omniscient and skillful master who could never make mistakes. So therefore, I wish that every one of us would be able to travel along the true path to the liberation shown by Buddha Shakyamuni. And as a conclusion, I would like to pray that may there be lots of benefits by having such gathering and ceremony which came out of good motivation. And may the peace pervade.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particularly in this country and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nd may the blessings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be with you for now and then.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刚才 Ding Ren Rinpoche 所讲的说话内容大致是这样：
首先我要藉住这个机会祝贺大家新年快乐，更加觉得荣幸能够参加今晚由莲生活佛所主持的大法会。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参加这个盛会都有同样的希望，就是得到现在和永恒的幸福。因为众生有这些祈求而使到佛法能够显现在世间，地球的变动和人世的无常更加能够使众生需要这个永恒不变的佛法。人世间的斗争是由不满足的心而产生，而佛法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去针对这些欲望。佛法是慈悲、智慧、无量的导师，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奉行释迦牟尼佛所传下的指示，跟随真理来到解脱我们的痛苦。最后祈求大家都能够得到今晚法会的成果，让和平和幸福永远散播在世上，亦都愿诸佛菩萨常住你心，佛喜充满。 Thank you again， 我们再次多谢瞻仰林波切。第三位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白教各举派的长老各以灵各以林波切足下的高足多尼林波切。我们请十善堂堂主代表全体同门向白教长老献哈达一条最高敬意。我们恭请多尼林波切同我们讲几句说话。 Please say a few words for us。南无三界的确立三界的天地他不能上学的人这样我让这罗东大逆的阿金文的念为他不能上不得念为他们上不去的这样说的但这不多他们上不得因此连不了连不当现在被围距离满年不了不要更正的中枢念头不了他们上不得出去因此浪费建筑你到蒙古了他把他通知前面国共不可能等等建筑长了得不行了他被三分钟吧对没三分估计因此连港都在过的连起来呀马上高中不去插学的这人家告诉千万不需要这人家去去在过的两个人中华党那边全部绿不在电边都没去去的插去的确真的超过那么了突击学的林总害怕他们了这是的理由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刚才多林先生我讲的说话的内容大概是他说在2500年前佛法就被发现是转识成智的最佳途径，从此亦都为人类和人类呢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如今已经有无数的众生得到了佛法的益处，这些受益者更应该负起散播佛法的责任，好让所有的人类都能够尝到这个美味的法喜。今天我代表最尊贵的各以林波切祝贺法会圆满成功及莲生活佛永住人间常转法轮，多谢大家。我们亦在这里再次多谢多尼林波切。跟住第四位为大家介绍的是王教长老 Amchak Limpoche， 我们请尊贵堂堂主代表全体同门献哈达给王教长老以表达最高敬意。
我哋恭请 Amchok Rinpoche 同我哋讲几句说话。Please say a few words for us. First of all, giving you my hearty greetings to all of you. Secondl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is occasion. Buddhism, which has been found over 2,500 years ago, has been practiced on this earth by means of combining faith, also analytical mind. By this means, uncountless people and sentient beings achieved full enlightenment and nirvana as a consequence or result. Also, future thousands of people can achieve long life and good health and prosperity by means of practicing Buddhism. I would very much wish everyone can participate, practice Buddhism, which will result longevity of Grand Master and good health of the sentient beings, peaceful of the world,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is country in the near future. Thank you. 刚才 Amchok Rinpoche 的致辞内容是大致是这样。首先呢，他要致送给大家是他衷心的祝福。他说信心和智慧是佛法的基础，众生能够照此心要去修行，可以得到人世间的长寿和福报，更加可以得到开悟和究竟解脱。今日的法会能够聚集数万信徒在这里接受三宝的加持，必定会为世界带来和平和富足。最后，我虔诚的祝福莲生活佛常住人间，永不涅槃。再次多谢Amchok Rinpoche。另外，我哋有两位活佛来临参加今日嘅法会噶。咁首先系请黄教各老派嘅长老双双拎不车，我哋请莲峰堂堂主代表全体嘅同门献哈达俾双双拎不车，以表达最高嘅敬意。另外一位咧系白教长老廷烈 Rinpoche， 我哋请童真堂代表献哈达俾廷烈 Rinpoche， 以表示最高嘅敬意。郑重为大家介绍真佛宗创办人莲生活佛，我们请同真堂堂主黄成君代表全体同门献哈达给莲生活佛，以表达最高敬意。由而家开始，法会的程序咧就会正式咁展开。以后嘅时间，我哋交翻俾法务组。请大家合掌，我哋一齐唱香赞。
作。大家像清静发生分，清静发
南无东方药师琉璃光王佛，南无护法金刚四大天王，南无护法不动明王，南无护法伽蓝尊者，南无韦陀尊天菩萨，金刚护法神宗，空行护法，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我们以香花灯茶果一心供养诸尊，祈求诸佛菩萨慈悲灵光加被，佛光普照所有参加报名祈福者，愿他们消除业障，一切灾厄病苦前心立解，即得身体获健康，一切怨亲债主恶运观众牵缠，即得解除灾厄化解，获得吉祥，求子得子，求女得女，夫妻和合，家庭圆满，安居乐业，事业昌隆，增福延寿，获福无量。愿所有虔诚祈祷者皆能够悉获得如心所愿，一切如意吉祥圆满。念清净咒：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诃。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诃。唵瓦兹拉旦陀罗吽。南无萨曼陀摩诃萨埵。唵多罗多罗帝为娑诃。念调情咒。唵阿唵娑诃，唵阿唵娑诃，唵阿唵娑诃，一心恭敬，南无大日如来，南无灵仙真佛宗历代祖师，南无西方极乐世界摩诃萨埵字大白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药师琉璃光王佛，南无债本提菩萨，南无王财神，南无护法慧积金刚，南无护法不动明王，南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南无护法伽蓝尊者，南无护法四大天王，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我做大真佛大礼拜，佛堪受印，一拜十方佛。唵阿空，我哋观想顶礼，莲花受印，二拜诸菩萨。唵阿空，我哋观想顶礼。三叉处受印，三拜护法金刚。唵阿空，我哋观想顶礼。平等受印，平等一鸡手。真佛大供养，亦供养受印。我哋观想坛城上的供品有香、花、灯、水、果，这些供品由一变多，由少变多，越变越多，变化成无边无量，充满整个虚空。我哋上供诸佛菩萨，中供列仙神众，下供三道苦难众生，十方法界普通供养，念供养赞。须弥四周病人一愿，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真谛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唵萨瓦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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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想在对面虚空之中有一朵大白莲花，莲台上站立一位大白莲花童子，相貌如圣尊，莲生活佛，非常的圆满，状元如佛，全身放出大白光。为观想大白莲花童子放出大白光，照住我哋全身，我哋一切嘅恶业罪障，所有一切病业病痛，一切灾难都化为黑气排出体外，我哋全身化为一片大白光明。我们观想大白莲花童子放出大白光，照住我们全身，我们一切的恶业罪障，所有一切的病月病痛，一切灾难都化为黑气排出我们的身体外，我们全身化为一片大白光明。恭请圣尊莲生活佛开始做护摩火供仪式，加持梭文护摩木及法会报名名单。请大家唱赞莲花童子心咒。
我们观想自己慢慢置身于附魔之中。在观想大白莲花童子从虚空之中下降与我哋合一。在观想大白莲花童子从虚空之中下降与我们合一。我哋变化成本尊大白莲花童子，全身置于护魔火之中。我们也变化成本尊大白莲花童子，全身置于护魔火之中。我哋全身化为火焰光明，我哋一切嘅烦恼业障病难魔难去散。我们全身化为火焰光明，我们一切的烦恼业障病难磨难一切退散，一切变化为清净光明，全部得到如意吉祥。一切变化为清净光明，全部都得到如意吉祥。大受恩，Oh,
佛，照见佛菩萨，佛光普照，灵光加被，给大众治病。现在请大家合掌，观想自己有病的部位，或者手按住自己身体有病痛的部位，我们诚心祈求诸佛菩萨给大家治病。
如果現場是有些善眾是經過這場法事之後呢，現在有心裏面有些感應的話，願意站出來做個見證的話呢，可以就在你身邊附近找一位穿橙色外套的工作人員呢，他就會安排帶到你去台下那裡跟我們做個見證的。如果你是有病痛而有觉得有痊愈的现象，请你立刻联络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安排你做见证。我是黄丽嘉，我个痛了好多年噶啦。我头先觉得有感应咧，系我成身咧都好热啊。系我而家咧，我觉得我而家好好啊。系咪啊？啊，好多谢你哋。呢、这个法事俾我嘅帮助。哦，咁我哋亦都好多谢你企出嚟为我哋见证吓，多谢你。我只左手嗰个教咧就紧嘅，就两三年。咁但系现在咧，我哋用一只右手咁啊握住啲树，握住咧佢有一种力量，就一路一路深落去，跟住啊拉我只手啊递起，递起咧就慢慢就转个后边。咁我而家咧就比較鬆弛，再加上咧，連我呢個右邊啊，呢、這個腰骨咧都能夠鬆弛一啲，即係喺呢度一路影響到落去。多謝師尊，多謝菩薩，多謝一切。跌断腰骨嘅，我系可以弯腰嘅，但我就话可以弯腰，又可以好舒服咁行。我的心系有少少心脏病，但我的心觉得好舒服。我觉得呢个系我好大嘅感应，好多谢师尊与佛菩萨加持我。我只脚呢两年咧个膝头咧上落咧好唔方便，左右脚唔落得，但我而家到咗坛前咧。现在松动好多，好自然。多谢佛祖带领我的福，我求个膝头好，恢复好多，现在行起好正常，好多谢。咁啊，我哋一马上咧就要将呢个法会再次交翻俾法务组啊。
我哋就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祈请圣尊莲生活佛做加持回向。真佛大礼拜，佛堪守恩，一拜十方佛。好，啊，空，我哋观想顶礼，莲花守恩，二拜诸菩萨。好，啊，空，我哋观想顶礼。三叉柱手印，三拜护法金刚。嗡啊空，我哋观想顶礼，平等手印，平等一稽手，念完满咒。嗡 bring， 嗡 bring， 嗡 bring。Om Mani Padme Hum。现在请圣尊莲生活佛上法座。现在请圣尊莲生活佛上法座。时候想再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坐返喺原位，千祈唔好起立。跟住落嚟，我哋恭请圣尊莲生活佛说法开示。行政部车，各位上师，各位同修，各位来宾，大家晚安。诸位莲波切、各位上师，各位来宾和各位善信，大家晚安。首先感谢香港主办单位、同真堂及香港各分堂所有工作同门，大家辛苦。师尊呢，首先是感谢香港真佛宗的同真堂和香港真佛宗所有分堂、每位工作人员诚心办这个法会的。同真堂选的这一个日子有风有雨，而且是温度最低的时候来做护摩，我相信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同真堂选择今日这个日子有风有雨同埋温度咁低嚟到做这个法会呢，师尊相信他们是考验大家的信心的。这个就是要大家学习风雨生信心，要大家忍悟。这个就要教授同大家讲明呢，
就是要风雨生信心，同埋教大家是要忍辱的。那我再感谢最大的佛王大日如来化身五方如来，他们降临在虚空之中。师尊亦都是最感激的，师尊亦都是非常感激这个法王之王，就是大日如来化身为五方如来，然后是降生这个空中的。还有最大的仙王瑶池金母大天尊，他降临在虚空之中。师尊亦都是感谢这个最大的仙王瑶池金母大天尊，亦都是降临在虚空之中的。还有最大的帝王地藏王菩萨降临在虚空之中。同埋都系感谢最大嘅地王，就系、是、地藏王菩萨，亦都系降临喺呢个虚空之中嘅。啊，所有活菩萨、诸尊、护法空行，千千万万降临在虚空之中。所有嘅佛菩萨，所有嘅佛菩萨、金刚护法同埋空行护法，千千万万，亦都系降临喺呢个虚空之中嘅。啊，大家知道这一次的护摩是做这个替代法的，大家都知道今次的护摩呢是做这个是替代法的。啊，我在三天以前就完全以西瓜制，只有喝西瓜制，啊，连一口东西都不吃的。师尊在三日之前开始呢，就只是能够以西瓜汁来到饮用，就一口食物都不能够进口的。这个法会是治病了，但其实三天前我本人就病了。这个法会本意是要治病的，但是师尊在三日之前开始呢，就本身有病。这个就是众生有病我就有病，我替代众生来的。这个就是代表众生有病，师尊就有病，师尊是替代众生而来的。啊，在这几天当中我身体的病有中风，有血压高，有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鼻子敏感、咳嗽、大脖子、心脏无力、肺炎、肝炎、胆结石、肾脏尿毒、失明、神经衰弱、骨刺、全身疼痛、风湿、众生有，我全部都有。师尊在这几天就经历哇，真的千千很多种病症讲不完啊，就有中风，就有血压高、头痛、头晕、耳鸣、鼻敏感、咳嗽、肺炎、胃炎、神经痛、骨刺、肾病、肝炎、风湿，讲得出的病师尊这几天都全部经历过。众生有病师尊就有病了。我昨天晚上夜间啊梦见开刀100次以上。师尊昨晚发梦呢，自己开刀呢是超过100次以上的，也就是替代所有开刀的众生躲过了开刀的厄运。这个呢就是替代有些要开刀的众生是躲过这个开刀这个劫的。昨天晚上我一样的替代众生遭受到车子创伤，一共有100次以上，也就是替代众生的车祸灾难。今天昨晚梦中呢也都是撞车超过100次以上的，
这个也代替有些是需要本来是要撞车的众生呢，就由师尊替代了这个灾劫的。我自己本人厌舍一切，替代众生苦。师尊自己本人发个大愿呢，愿舍一切，替代众生的苦难。所以誓愿呢，本身脆骨度众生。所以师尊的誓愿呢，就是粉身碎骨度众生。啊，今天早上我自己流泪，今天中午我也流泪，今天晚上在还没有步入会场的时候流泪，因为替代一切是太苦，但是呢，我仍然愿意替代。师尊今朝早是流泪的，晏昼嗰阵时亦都流泪，咁头先嚟到会场之前亦都系流泪，因为替代众生咧实在好苦噶。但虽然咁苦咧，师尊仍然系好愿意去替代众生嘅苦难嘅。大家的病好了，也就是我的病好了。只要大家嘅病好咗咧，只要大家嘅病好咗咧，亦都即系师尊嘅病好咗。啊，希望大家很虔诚地向虚空祈祷，宇宙的大灵能就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使你们的疾病跟业障一样的消除。希望大家好诚心地向虚空祈求，祈求宇宙的大灵能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医好自己的病。啊，最后我要跟大家讲莲花生大师的几句话。最后师尊同大家讲一讲莲华生大师的几句话。这个诸行啊，在这世间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无常态的，诸行无常。咁喺呢个世界上啊，每一种事情呢都是无常的，这个就是诸行无常。而且这个无常啊是非常迅速的，也就是说人的生死是非常的快的。咁所谓无常呢亦都係非常嘅迅速嘅，亦都係人嘅生命呢亦都係好快嘅就得。啊，每一个人都要去找真正的金刚上师去学法。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搵一个真正嘅金刚上师去学习呢个佛法嘅。你学到法以后，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烦恼解脱。你学到呢个法，你学到这个法以后呢，才能能够真正呢解脱这个烦恼。每一个行者都要发菩提心，每一个行者都要发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大，他的开悟也就越大。菩提心越大，他的开悟境界也都是越大。你在发菩提心当中，你最重要，你要学习禅定。在发菩提心之中呢，最重要你是要学习这个禅定。你就是从人生的乱，那么走到这个定里面去，由乱可以找到的这个定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寻找到真正的道理在哪里。由人生的乱走入这个禅定的境界里面，只要你能够由人生的乱走入定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就能够找。当你禅定的功力非常的深厚的时候啊，你的心跟佛的心是一个心的。当你禅定的功力是非常深厚的时候，你的心是同佛菩萨的心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已经无人跟无我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而且呢你本身也有无我的思想，完全跟虚空一样的融入。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无人的无人相和无我相了。当你能够无人的相无我相的时候，你就没有私心，
你就完全能够融入这个虚空之中啊。这个就是即身成佛，这个就是即身成佛啊。在密教里面第一个成最大的成就就是可以即身成佛，在密教里面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即身成佛。希望大家秉着莲华生大士告诉我们的话，每一个人好好的修行，把自己的心跟佛的心相应，然后即身成佛。希望大家好好记住莲华生大士的 教导，就将自己的心融入宇宙的心，和佛菩萨的心一样，那就能够即身成佛了啊。很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师尊好感谢每一位工作的人员，感谢所有的密教长老，也都好感谢所有的密教长老，感谢所有的上师，感谢所有的上师，感谢所有的同门跟来宾，感谢所有的同门和来宾。在香港15年来最冷的温度之下来参加这个法会，在香港15年来最低的温度来到参加这个法会，而且有风有雨，而我们风雨无阻。Om Mani Padme Hum。而且是有风有雨，但是我们都是风雨无阻的。Om Mani Padme Hum。多谢圣尊，我们在这里再次恭请圣尊莲生活佛为大家主持灌顶，有请圣尊。为了表示尊敬，请各位继续保持坐在你们的原位，合掌和念心咒。请大家一起唱莲花童子心咒。Thank you.
位信众保持秩序，坐翻喺你哋原位，千祈唔好走翻出嚟。并请圣尊上座。今晚的真佛宗祈福息灾治病护魔大会呢已经是接近完成了，现在恭请圣尊莲生活佛同埋密宗四大六大长老、诸位上师、曾家团出坛，并且希望大家喺圣尊及各位上师长老离开现场之前切勿离座。多谢，请大家合掌一齐念莲花童子心咒，让坛上嘅主礼嘉宾率先离场。到圣尊同埋各长老上司离场为止，多谢合作。
光临。现在大会宣布发会圆满，如意吉祥，多谢大家。